不行了！趁现在！少来！那不是搬运人的飞船吗？现在还有新人加入比赛？老姐，看见那只怪物了吗？没有积分提示，看来是没射中要害。那就由我去辅导好了。要不要去跟他们道个谢？你省省吧，那些参赛者比怪物危险100倍，我可不想接近他们。有那么夸张吗？随你了。小子，现在你该知道这里有多危险了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听到没有啊？才不后悔。警告，副引擎受损。去，飞船受损这么严重，坐稳了，小子，我们马上就要到来。
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啊！